看看新闻网。大家好，我叫杨云，来自上海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Just Mars 的 Mules。Well, you done done me, and you bet I felt it. I tried to be true, but you're so hard at a melty.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. Now I try to get back. Before the cool down run out, I'll be giving in my besties. Now she's gonna stop me, the mind of the vision. A rocket is in my turn. True wisdom, we'll learn some, but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.I'm yours、yeah, yeah. Well,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. Open up your pants and then you're free.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'll find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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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.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I got the same thing right to be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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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. So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sure there'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. It's sure this is our就是友情的象征，是我朋友从泰国给我带回来的。难怪带着普吉岛的风味。因为这首歌比较 reggae 嘛，我想穿着方面跟这首歌比较贴合。确实不错，但大哥你，我觉得你就穿着也太混搭了。看你上面是那种小礼服，下面穿个裙子，对、啊、吧？很流行的啊，这个真的是裤子啊、哦，裤子，这是开场呀。我觉得听你的歌声啊，这个肯定是非池中之人，对吧？特别厉害啊！而且在这个唱的时候，我们导演严老师也是可以不断在打节奏，因为我们是进入到一个乐动里面去了。而且听说你跟我们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平安是怎么说？没有，就认识，然后是比较好的朋友。比较好的朋友，你来参加中国梦之声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说什么吗？没有吧，他可能还不知道我一个人偷偷来的。你觉得他现在怎么样？是不是已经？他的感觉他肯定更专业一点，更 level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你现在在哪个酒吧唱？在卢湾区一家田子坊那边的一家。288吗？对，现在都不可能说288这三个字啊。没有，我有避嫌嘛。避嫌。你说在无限度我们也不信你，因为他10点钟关门，对吧？那个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演唱吗？相信你是有备而来的。我们希望是中文流行歌曲。对，中文的话，要么我直接唱副歌吧，因为整个人听不懂。带来一首王力宏的呢《我们的歌》。情缘总分分合合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。认识你，让我的幸福如此。月儿，能不能不要切割，继续唱我们的歌？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，让我的感动一辈子都记得，谢谢。好，你的说话的声音比你唱歌的还要好，你可能唱歌的时候你，我不知道你是为了就是更靠近歌曲的原来的那个音色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你没有用到你最好的声音，但你可以听到你说话的声音其实很好，所以我这边觉得你可能还要需要努力一下。我有个感觉啊，就是你唱歌太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酒吧里面唱的特别多，你两首歌第一首还好，但第二首的话就整个感觉就是说很浮，完全没有说好像说很进入这首歌里去唱，至少我感觉就过了就过了，没有给我一下特别深的印象，所以我也同意陈老师的观点，你要不再努力一下，先待定吧。啊，谢谢老师，加油加油，待定吧，还是有希望的。